裙子很好，哎、欸，这件裙子是我自己超推荐，因为我觉得它穿起来真的很好看。然后你没有扣到鼻子，我没有扣到鼻子，对，而且它穿起来很松，而且它其实是后松紧的，所以它这件其实穿还蛮大，可以穿很大。它是修饰女生这个地方，因为有一些人这个地方可能比较宽一点，可是它就是这个地方的话，你可以穿这种裙子会修饰。你看它的那个，就是整个版型，这样。哦，还有黑色，对，裙子两个颜色哦，这样。它还有口袋，对。然后这一件的话，我觉得它这边做的很美，它就是有点斜的，而且它前面其实它不太会整个拉开，因为它是有点那种。两片的那种感觉，我很常走那个，就是那种你知道，就是真的是可能太在那种哦，那个真的是那个风大，我会这样拉，因为我会很怕曝光。然后它这件的话完全不会，对，它是有点两片式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我现在又很干练了，哎、欸，很好看嘞、欸，很方便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样超好看，而且配就算你配那种小白鞋也很，就是很休闲，很休闲，很好看。